我是刚刚的这档在809年11月22号，然后台北站台北站20:05出发的是48次，经由花东和台东的天元山脉加天元山区原装铺油后，原装铺后铺油马自强号，在台北站使用，然后再等26。48次交换东营号来东的天外山马甲天外山区远征普友号远征普和普友马自强号，终于在台北站使用。耶，我的猴子，拜拜。鸽子就拿得奖。